哎，大家见证一下，今天是9月16号，我是苏州退伍老兵朱永健。那帮流氓的车我把他们砸了，他们现在要报警了，我要用刀砍死他们，他们现在都跑了，这帮流氓，那他们凳子都在这里，他们都在这里啊，现在是晚上9月11号晚上，他们跑了啊，他们报警了。他妈的流氓，你还报警，你们警匪一家啊，那这帮这辆他们的专用车我把他们砸了，我要砍死他们用刀啊，这辆车大家看一看啊，说你妈，来，这里流氓在这里，大家看看，全国同胞们看看，这帮流氓，好吧，现在我等他们警察来，他们报警了，我操你妈，你们一天到晚干这种流氓屌事，你别跑，你有本事你别跑，操你妈啊，你们别跑啊，我啊，你们干这种屌事，你们报警让警察来，大家评论一下啊，操你妈，你们半夜三更啊，来，这是他们都在这里的，就在这里啊，还有茶杯，我把他们茶杯砸了，操你妈，我操你妈，把他们电动车砸了，哎，大家看着，他妈的。